哎，少主，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做的好，好不好看这个？这少主心思还挺细的，知道您问的话，接公开调研还带您出宫，他自己也想玩。老板，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公子，春节如挺不错的，挺不错，生意兴隆。您还埋怨少主呢？新川主赐婚，这不是少主能干预的，而且元英郡主不也说了吗？这桩婚事不作数的。我没有埋怨他呀，只是很无奈。这件事情谁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新川的狗屁规矩，一点比不上我的技术。老板，生意挺好啊。啊，还好还好。这以后要是举行夜市，你还愿意出来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好，生意兴隆。啊，慢走啊。哎，这个面具有意思啊。这个怎么卖呀？来看一下这个面具，好不好看？啊！快，赶紧好看哈！我说闻到股铜锈味儿，倒是谁呢？二哥，听说你拉着老三一起，准备要撤除萧敬，老祖宗的规矩。你都敢换，小弟不敢，只是奉命行事吧。狐假虎威，如今还会用父亲的名义来压我。不过就是娶了一个金川郡主，你倒当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？谁不是个人物？得看能否为百姓谋福祉，与婚嫁有何干系？心怀圣意之人，即使出生在鸡窝狗舍，也能成就一番大事。嫡长主殿下，小女见识浅薄，请不要与我一般见识。老六，你的人我懒得管，但是新伤之策若是出了差池，你可要想好了如何担待。走。你这胆子不小，敢和嫡长鬼叫板？谁让他欺负？还好元英先生让我看了那么多书，不然我也不会说出这么文绉绉的话。你比他好多了，我支持你。新鲜的大螃蟹嘞，想吃吗？走。玉儿，你把这个东西先送回府里吧，一会儿再上车来接我们，好吧？啊，行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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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螃蟹，回去吧。这么快就到家了。要不去喝一杯？好啊，我想你不能喝酒。其实元英先生也没那么可怕，他这么严格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对，这与严师出高徒嘛。虽然理解，还是先坐一会儿吧。咱还是再缓缓。
嗯，不用了，我喜欢自己磕螃蟹吃，语音吧。这是今天在方市买的螃蟹，开春很少有螃蟹买的，特别是这么肥美的母蟹，你快尝一尝嘛。好吃吗？嗯。今春临海，郡主以前也常吃蟹吧？确实，小时候经常吃螃蟹，那时年纪小，一直总不够吃，父亲和母亲都知道，便将螃蟹都让给我。他们平时对我管束严格，也就只有吃蟹这种小事儿才会心软，放我一马。元英，不过，螃蟹性寒，不可多食。少主你也只能吃半只，不然会致使胃病复发。是。那剩下的我帮你吃。你也不能多吃，你素来贪饮食，若是太过放纵，便会为外人猜出喜好，反而不妙。那我是不是？宋姑娘觉得呢？吃食不过是果腹之需，只有加以节制，方能磨练心性。哎呀，也就几只螃蟹而已，你不是也很喜欢吃吗？放开吃一回，也没什么事儿吧？别那么压抑自己嘛。这不是几只螃蟹，这是自制力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主上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。拜见父亲。年礼，近来府上如何？和元英郡主可还融洽？谢父亲挂念，一切安好。哎呀，古知道你心里主意继传李氏，可李氏出身微贱，难堪大任，自去岁丹川世起，故便寄厚望于你，将来你必为要臣，匡扶朝纲，所以啊，有一位得力的夫人便能相助一二。是。除了你二哥的开府宴，姑都不曾亲临，也不能偏待你，这幅字就当作你开府的礼物，也算作姑的一点心意啊。嗯，谢父亲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五哥年纪已到，七弟从小刻苦勤勉，姑打算下个月为他们开府上朝，你得多帮衬这些，这也算是你最要紧的事。嗯，是。他一个庶出的行六，竟也敢染指我的护政司。他不过是以还金川的债务为借口，让父亲准允他的提议。二哥，是打算去老六的开府宴啊？他配吗？是啊，庶子开个府而已，怎配得上嫡长主亲自前往？二哥，老六怕是会借助开府宴招来大家，一同做夜市啊。嗯，把我不去他开府宴的消息传扬出去吧。嫡长主不去，自然无人敢踏足他的六少主府，不然就是跟您过不去。
记住，务必按照名单上的顺序排布座次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是。请这么多人呢？啊，这是最新确定的宾客名单，您的席面一共定了四桌，就在这屋子里，各位少主与夫人两桌，各司要员的女眷两桌，一定要熟悉流程和宾客座次，你到时候可以带女眷去赏花游园。这我擅长，帮我审查。苏总管，哎，你交代下面的人，席间一定要严守门户，特别是前院和后院之间。若有人喝醉乱闯，就灌两碗清酒汤，喝了睡下就行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，你们可以去放炮了。哎，记得放响一些。哎，放心吧，郡主啊，快出来，出来放炮去吧。李薇，我方才说的这些，你可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很好，你把我说的这些都记下来，照着做。日后等你做了夫人，也要负责宴请宾客的时候，就不至于两眼一摸黑了。谢谢元英先生，去吧。开府。去厨房看看，咱千万别误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平分炒一些啊，一直炒，待会少放一些盐巴啊。各位，今天是我们开府的大日子，大家手脚都麻利一些啊。你切得薄一点啊，你也是切得细致点。哎呀，我说周全，你也是个掌勺了，不用每件事都亲力亲为，这种小事交给小厨子们就行了。来，来，小金，来，帮把这菜炒一炒。哎，好，师傅。刘大厨，现成行吗？苋菜，单子上本来是油麦菜，可临时没了，夫人说呀可以改成苋菜。行行行，夫人说行就行，赶紧去备菜吧。师傅，你看这儿，大补甲鱼汤，一早买来的新鲜，最是滋补了。嗯，不错。大家伙都忙着呢，啊，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宝全呐，开府宴是大事儿，一会儿宾客就到位了啊，咱后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。哎呀，您放心，我们后厨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是吗？是，来你看看。太好了，都麻利点啊。你看这个。哎呀，快快快，去忙吧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人还不来呢？二哥关系盘根错节，他宣称不来，谁又敢来？就算是这样，其他少主和少夫人怎么也不来啊？哼，你平时不是总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吗？还以为有多要好呢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没准是路上耽搁了呢，你再等等吧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虽然我姨姥姥元婴郡主亲自下了帖子，但是二哥明确表态不去。我作为护政司的人，首当其冲的，不能去。你不去就不去，我们又不是护政司的，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此言差矣，我是护政司的人，你们是我的人，所以你们肯定不能去。
真想让这位三郎喝点药啊。死老三不是办公室了吗？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就差一点，要不然咱们就走了。好不容易能出门，不会泡汤了吧？那我妆岂不是白化了？知道，你们呢想去跟小姐妹们聚聚会，我又何尝不想给元婴郡主这个面子呢？但是二哥已经明确表态了，我这也没有办法呀。怂，真怂。哎呀，吓我一跳。不是，你知着点吧，你二哥多可怕呀。哎，别扔了。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想打你，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了。你就算打我，我也得为你的人身安全考虑。如果二哥真对你下手了，我就得为你拼命。当然拼命是小，你受伤是大。你得避风头，就别去了。可是微微平日里很照顾我，我应该去。你一个人去怎么行啊？那么多人还要应酬。要不我们都不去了，送点礼物聊表心意，如何？还等什么等啊？我们都等了几个时辰了，外面天都黑了。要我说别等了，根本不会有人来了。有没有人啊？这是我从丹川带来的酒，珍藏了两个月哦。多谢上官郡主。不客气。有丹川的好酒，哎，我们可得尝尝呀。海棠姐，哎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来。我们肯定得来呀，我们装化了整整一个时辰呢，一定要来。试吃了那么久，还不得验收一下成果啊？真漂亮，浅浅。哎，你们就自己来。老三那个怂包自己不敢来，也不让我们来，还好有冬至装病拖住了他，我们才趁机跑出来的。嗯，真厉害。老五也是在家磨叽呢。来了，好漂亮。哎呀，说什么呢上官，可别胡说啊，我是去准备礼物才来晚的。老六，来，你这腿啊，我这没事。就你还想保护我呢？我怎么保护不了你？再想想。哎呀，今儿给你开服，我拼了命我都得来，是不是？来来，老六，哎，你这门前这条街挺窄啊，我这大马车都进不来。是吗？你们几个小淘气又跟我开玩笑，这冬至压根就没病啊。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我来又不是参加这开服宴的，我是顺道把你们接回家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接人还带东西啊？我一想这来都来了嘛，啊，给你带点东西。是，咱看看这过来人的经验啊。哎，我这就拿去。哎，好啊，不能偷吃啊。放心，还行。哎，小十一来了。来了。哎，这小十一是很久都没见了哈。来了。六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午睡睡过了。六哥哥不生气吧？不生气，哥开心。你真是可，真是可爱哈。有心了。
实属不易，都是自己人，这场面话也就不说了。各位吃好喝好，不醉不归。来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来。哎呀，来吃，来，小弟，这些啊可都是大家试吃过的菜，不会吃腻吧？当然不会，不会不会。他怎么能为了等我们，等等坏了吧？多吃一点。好，嗯，大家快吃。嗯，这些酥饼啊可好吃了，要趁热吃。吃了吃了吃了，来来，一人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。好嘞，来来来来来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小弟姐，你这样过来，二少主那边真的没关系吗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你知道我的，对付东家有的是办法。都是。恭喜啊，敬你一杯，来，开府了，来。嗯。哎呀，老六啊，你说你开府开到我前面，还则罢了，关键是你还娶了金川的郡主，侧夫人活不可爱，夫人十全十美，合着好事全让你忍着。这么多菜都配不上你的嘴是吧？嗯，你可以试试用你那个枪把它。说的有道理。哎呀呀呀呀！老六，你说你咋这么好兄弟，嘴这么毒，你小心明日就必腐啊！那个老六啊，哎，这老六要推行夜市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啊！啊，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天黑都不闭铺子了，很多酒楼都夜里营业。非常热闹啊！这还是多亏了三哥的帮忙，生意方面还是你擅长。哎，哪里哪里，爬山越岭要互助，渡江过河要齐心合作，共赢啊！老六啊，这三哥的恭喜你啊，这么年轻就开了府，还娶了这个我姨姥姥这么漂亮优秀的妻子，还有啊，就是跟我这等商业奇才共同合作，前途无量啊！来来来来，尝尽啊！来大家，尝尽尝尽，来，尝尽，尝尽！滋补的甲鱼汤来喽！那个是个好东西，这是好东西啊！嗯嗯嗯，这你应该懂啊！还有蛋，还有蛋，哎，哈哈，嗯，三哥，确实不错。来，三哥来一碗。好，我。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家的夫人元英。见过了，三哥。给我还要一块糖球糕。好，不是三哥说多了喝酒，但这是最后一块啊。阿仔都长虫牙了，父亲不让你吃甜食。哥哥，你怎么知道我长虫牙了？娘亲说你都不知道阿仔的事呢。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就不来了。六哥哥，你好久没回去，什么时候跟我一起去看看母亲吧？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来，小十一，过来。哎，你刚才还没回答你三哥，你多大？嗯，多吃多吃啊。六哥，一会儿是不是要来敬酒呀？我们是不是该说两句吉祥话？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没事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让我想想。来，七弟，我下个月就要和五哥一起开府了，这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和六哥说。啊，那个，多谢六哥。谢谢六哥。我懂，我懂。哎，怎么痛了？快去看看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李谦，五哥，李谦，站住了！李谦，怎么了？五哥，李谦，五哥，李谦，五哥，站住了！李谦，叫太医！怎么了，五哥？李谦，李谦。怎么样？脉象不稳，看样子怕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会中毒？刚才熬的，怎么就中毒了呢？对啊。五少主今日可有吃什么特殊的东西？特殊的？哦，今天晚上我一直跟他坐在一起，是不是因为我喂了他？太医啊，你不知道，今日老六开府。我一时兴起，
就多饮了几杯，应该不是中毒。你帮我开一张解酒的方子就行了。啊，太医，进一步说话。今日我们同饮同食，为何这五合中毒？此事确实蹊跷，容下官再斟酌斟酌。是不是因为我给你盛了太多甲鱼汤了？你傻呀！是不是你？你都不能往自己身上揽。要是我真的死了，你就算是单川的郡主，也没有办法安然脱身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听我的，听我的，不要让太医知道。你放心吧，你且当不了寡妇呢。说的什么话呀？放心啊。哎呀，这也没喝多少酒啊，怎么这什么？吃错东西了吧？吴少主怎么样了？人没事，但是不知道出什么问题。也许是吃的出了问题，但我们吃的不都是这桌子上的菜吗？是啊，你看你俩这都……这些菜单子给我。啊，菜单子。我什么事都没有啊。这单子没什么问题啊。这是苋菜，这单子上说的是油麦菜啊。哦，本来是油麦菜，但临时没有了，就换成了苋菜。苋菜，单子上本来是油麦菜，可临时没了，夫人说呀，可以改成苋菜。这是得到夫人准允的了呀。苏总管，你去确认一下，吴少主是不是吃了苋菜，又喝了甲鱼汤？好，就这俩是吧？好。大家喝了甲鱼汤的，千万不要吃苋菜，这两者不可同时。吴少主是喝了不少甲鱼汤。确认了，五哥确实吃了甲鱼还有苋菜。甲鱼与苋菜同属寒性，不能同时。加上五少主肯定喝了很多酒，所以会中毒。这解毒之法就是给他灌下大量的空心菜汁。好，我帮你。少主，曹夫人，帮忙把这些捣碎。哦哦。小心点。难受了啊，是有用的啊。苏总管，对，这空心菜汁还有余下的，如果在场还有宾客同时吃了苋菜和甲鱼汤，你让他们饮下去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安排，去。哎，太医，吴少主有大恩，今日这事还请刘少主放心，下官明白。下官告辞，我送。李薇，谢谢你，这次是我疏忽了，还好有你救急。太府医院本来就辛苦，有疏忽是难免的，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要太自责。哦，对了，以空心菜汁解毒，这么偏门的方法，你怎么知道？李仓小时候贪嘴，在家里吃了苋菜，又去邻居家蹭甲鱼汤，中了毒，爹爹就用这个法子救了他。原来如此，元英，以后有事情不要一个人担着，我也可以帮你分担一些。虽然我能力不佳，但是有机会锻炼，才能有成长嘛。嗯。怎么样？还不舒服吗？肯定啊。
你干嘛去啊？不是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不是，我就是想去厨房给你要个热水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得喝热水啊。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怎么突然之间对我这么好？我去给你要杯热水，这就算对你好了。谁让你以前对我那么粗暴，我都习惯你以前那个样子。哎，我也是，可能我是有点受虐倾向。嗯，你不知道，就我小时候啊，二哥和四哥就老欺负我，然后父亲呢就还维护着他们，那父亲一见我，他就是一骂二打三让滚的，时间长我自己都习惯了。这太不公平了，你不能习惯被这种对待啊。啊，现在没事儿，现在他们都不欺负我不打我了，这不是那个换成你了吗？是吧？嗯，今天谢谢你为我着想。哎呀，以后我就尽量对你好点吧。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，咱们说话得算数啊，你可不能反悔啊啊！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哎。心里不好受吧？二少主针对你，不让大家来参加开府宴，你心里肯定不痛快。没关系，我帮你一起骂他。其实也没什么。习惯这种事情怎么能习惯呢？不开心的事情在心里憋久了是会生病的。嗯，你要是不相信别人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守口如瓶。好。喝一天米汁了，还没喝过呢。这是米酒。哎，你胃不好不能喝。我胃已经好了，那也不能喝。胃好了也不能喝。对，我酒量不佳，也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，还没什么不能喝。你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？嗯。你怎么好意思说这话的？我们在单川的时候，你喝多了，我们俩在房间，你自己都做了什么？你凭什么能不记得？单纯。当时你整个人都呆呆的，我好心帮你擦脸，然后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喝酒，你以后都不能再。没什么事，我走。等等。你是不希望我喝酒，还是不希望我和别人喝酒？好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明知道我不去老六的开府宴，你还执意去，
你是在打我脸吗？少主明鉴，妾去宴席只是与姐妹聊天，并没有做其他的事情。少主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还执意跟那个李卫亲厚，你若识趣就应该跟他彻底断了往来。妾与李卫亲厚只是姐妹情谊，并没有其他意图。你的意思是你要选择他背弃我吗？不敢。少主，你为了女人家那些虚伪可笑的情谊，连自己夫君的荣辱都不要了？你忘了自己一时动用权是谁赐你的？少主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少主，你是我的人，我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少主别生气了，先起来好吗？少主，少主别气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还愣着干嘛？你赶紧起来，你都惹少主生气了还犟什么？赶紧去罚跪，快走，赶紧的，你在外面跟我好好跪着。这老六的本事可真大呀，办个开府宴，老五和老七两个蠢材去了也就算了，连老三都去了。老三这人你也知道，唯利是图，他觉得叶氏有好处捞罢了。他与元婴郡主算是血亲，可能怕驳了娘家人面子。我听说赐婚当日这老六是极不情愿的。是，为了他那个侧夫人闹起来。可是这整个开府宴都是元婴郡主操持的，他们一家三口看着倒十分要好。这叫惺惺作态，我看他早就想攀上这门亲事了。细想想，他不过就去了一次锦川，怎么就得了锦川主的青眼，还非要把女儿嫁给他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在金川暗通款曲？二哥，金川本就为主上所忌惮，谁娶了元婴，看似得了烈火烹油的富贵，但也最容易釜底抽薪。如今叶氏嫁开，连我护政司都忙得团团转，宵禁之后就要开工，底下人心浮动，早就对此事不满。那些老臣们一直盼着尹征下台，他现在居然还妄图扩大叶氏，真是急功近效，不知死活。都亥时了，咱们还在这开工，真是倒霉啊！就是说呀，当时寻这差事的时候，就是图个方便，现在倒好，大晚上家都回不去。附近的人睡觉了啊！这事明文规定能到亥时，你不乐意去衙门呢？什么意思？护政司那些老臣因循守旧，手下的人更是拈轻跨重，稍一煽风火就点起来了。老六想趟叶氏这条路没那么好走。
这些折子都是弹劾叶氏辖理不当的。大兴叶氏的诸多举措，护政司上下皆有怨言。姑早就说过，打破方式需万分的小心，千万不要想当然。如果此事如此容易，那么从前为何不能施为呢？各种缘由，六少主回去好好再想想吧。回禀主上，叶氏初开还未步入正轨，护政司多少会有些不适应，这也属正常，只需再等上些时日，后续的眼下若不能安抚众臣，谈何后续？谁愿意陪你等下去？这才会真正影响到方式改制。主上想如何平息众怒？你尚年轻，亦不领护政司的辖理之责，本就不足以服众，还犯下冒进之过。要是让你继续代管方氏，姑以为不妥。主上英明，六少主想法是好，但实施起来难免有些疏漏，护政司有不满也无可厚非。依儿臣之见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六少主应主动请辞。你先避避风头吧。儿臣甘愿受罚，但打破方式，此举无错。你疯了？跟你太监下次还杠上吗？干一个开府院的账，你就算错三项，这日后可怎么办？还是得仔细一些。上口谕：六少主对上不敬，理事有亏，上失灵少主必府思过。自今日始，全员上下进祖府内。六少主，委屈您了。梁总管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必府呢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抱歉。主上，六少主的心腹已封，事情都已经办妥了，少主们在府外候着婚定，给您请安。
哎呀，也是委屈老六了。其实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革新不易，要想继续打破方式，还需得稳住那些老臣，日后才有可能继续推行下去。主上不是一个人的父亲，是九川的总主，平衡牵制，您是最不容易的。一切都是为了大局，我想六少主会体谅的。钱多他锋芒太盛，埋下的隐患不少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冷他一冷，也可以让其他人都放心些。今天就免他们混定了，提醒老二让他最近先不用来了，什么时候把护政司理顺了再来请安吧。是。少主啊，少主，这晚膳的时间都过去很久了，您稍微用一点吧，少主。哎呀，他不是，我来吧。不是，他不是，您这样进去不合规矩啊。让他这样闷着不吃饭，饿坏了身子，才叫不合规矩。对对对对，有劳侧夫人。少主，是侧夫人进去了。吃点东西好不好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，人难过的时候呢，就是不想吃东西，以为这样，让身体难受了，心里就能舒坦些。但我见着你饿，我也吃不下饭；看见你不高兴，我也不开心，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，我就在你身边待会儿，可以吗？元一先生跟我说了，主上这么做是舍弃你，平息大家的怨气。这件事情你没有错，所以不用自责。但如果心里实在难受，你哭吧，我看不见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对的，有用的事，父亲就能支持我一次，多看我一眼。但到头来还是我自己想多了。不过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结局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身上家的孩子若是受了委屈，父母一定上门讨回公道。可到了您这儿，委屈却都是父母给的。你不要习惯这些。一个人若想成事，肯定有很多人上赶着打压你。你不要习惯受委屈。我不想看见你受委屈。挣了新的比高。
好吃吗？嗯。有劳有劳有劳。这个银骨炭有点少啊。是呀，上个月的银骨炭是足量的，从进了二月就减了许多。哎呀，冬天是过了，但是最近有些倒春寒了呀，也不知道这个天什么时候能够暖和过来。苏主管，嗯，这些怕是不够用的。是啊是啊，我在库房看到还有很多赶风铃，这样大家也就不用惧怕风寒了。而且之前我买了许多姜，到时候给他多煮些姜汤驱驱寒就好了。干什么？嗯，别死！我去禀报夫人。哎，你这种的是什么呀？小白菜。保全弄的菜籽。嗯，不是的。这家里每日都有倒烟箱和倒垃圾的车出去，所以托他们偷运些菜籽进来并不难。烟箱？喂，别人是好心才会冒着风险帮我忙的。我也没说别的。你说了。福都毕了，还有心思玩呢？速来书房议事。开府之后，府内用度都是由少主名下庄子每日送一部分，再到街上买一部分。现在闭门思过，只能等内务厅调配分礼。眼下这种情况，想必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所以我们自己种菜。其实菜，你的菜长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刚问过厨房了，幸好年前还腌了咸菜。啊啊啊！对，小人之前特地留了萝卜和雪里红，应该够全府上下半个月的粮。但我觉得光吃食物还好说，眼下最棘手的是天气还没回暖，炭却不够用了。我已经想好了。所以少主，李薇，除了这段时间要管理好府中事务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想出个方案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郡主，借一步说话。这个什么劲？这个干嘛？我干嘛呢？这个怎么样？你没看到这？哎呀，这眼神，哎呦，这还给过不过来？好了好了，拿回来。哎呀。每天都在外面这样等着，就算茶都等凉了，少主也不会叫你的。你平时跟我斗那精神气儿都哪儿去了呀？被少主一打就蔫了吗？你和我都同样在一个男人手底下讨生活，难道你就这样服输了吗？跟了我还那么长，要怎么挨到老？走。少主，这桌子上这么多折子也不收一下，怎么当差的呀？夫人，这都是我写的，都让主上给退回来了。退回来了？那主上的意思是？主上的意思还不清楚吗？
主上几日不见少主，也不拆少主的折子，是因为对少主要求严格，希望少主可以独自领悟主上的所思所想，实在是用心良苦。少主天纵英才，望眼天下，无人能及。老虾欠夫人一次。不必惺惺作态的，我让你见到少主，无非只是因为大家都是女子，关在同样的内宅中，并没有丈夫垂怜。我只是担心，如果哪天你要是想不开，还得我来给你收拾呢。夫人与我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对手，但夫人如此将心比心，好家羞愧，在此谢过夫人。少主，借你裁纸刀一用。嗯，您稍等。咱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喊我少主啊？怪生分的。哦，那真哥哥。要不还是喊名字吧，名字好。你这信是郝家姐姐写给我的，多谢。不客气。可咱们已经闭府了，这信是怎么进来的？还是跟往常一样啊，通过倒垃圾的人送进来的。哦，郝家姐姐说二少主害咱们闭了府，她很抱歉。上次他来了咱们家的开府宴，回去之后被罚跪了整整一夜，最近的日子才好过了些。所以你是特意来拆信的？郝家姐姐与我交好，虽说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但她也是二少主府上的人。咱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应该跟你知会一声。你能与我分享这些，我很开心。那我先走了，不要太辛苦哦，尹征。郡主最近都有些咳嗽了，喝点汤药吧。郡主，这是侧夫人给的汤婆子和暖手炉，让您小心着凉。郡主，这夜都深了，您还是歇会儿吧。闭府以来，虽各有分工，但少主跟李薇毕竟没经历过大事，我这里得更稳妥些，得将府中各内安排写得再细些，否则人心就乱了。来，给郡主点两盏灯，我去下跟脚了。不用了，现在内务厅都觉得少主失宠，送东西缺斤少两，我得以身作则。Thank you.
不能再浪费任何东西。可是郡主，上官静，干嘛？你等会儿。哎，少主，不是。你毕竟少带两件能死吗？我想知道。鲁少主那破石头也没有少带啊，凭什么让我扔下我的兵器？我那怎么是破石头？我是价值千金的玉石，比你这玩意儿它值钱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废什么话？你不就嫌我那兵器沉吗？扛不了就别扛，逞什么强？我说我扛，我就得扛。那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算什么呀？哎呦，不行！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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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走，少主走走。哎呀，少主少主少主，没事吧？少主，干什么什么不行？哎呀，太惨了我呀！呀，没人给我上药啊！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掉了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万不行，我捡不到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呵，值了吗？这床可是刑具啊！你要有这个闲工夫啊，你就去准备那个开府宴，宾客跟菜单都还没定呢。哎呀，好。哎，不对呀。别人家都是女主人操持这些啊！你少给我拿男女来说事儿，你总该要定下来的亲戚吧？什么？我不求你贤良淑德啊，我就求你有时候能稍微配合我一小下。那你怎么不能将就我一下呢？行行行行行，不开就不开，爱办不办吧，不办谁也不用迁就。好呀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朋友啊，就六少主那么一个，还被关起来了，不办拉倒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不办就不办。要不找个借口不办了？可是有什么理由呢？我想想啊。要不我们给大家送膳盒吧，一家一盒，就不用宴会应酬了。虽然毕府了，但还准我们珍惜少主送来的开府膳盒，太感人了。来，都是姐妹，吃吧。啊，侧夫人，侧夫人先请吧。我们一起吃啊。啊，这个太好了。都可以哈气了，啊！去，我们来比比谁哈的气更大吧。嗯，春天必复苏，哈哈！侧夫人，我赢了。你这什么赢了？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哈。我们。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是，我这过的都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了。这我倒知道，都2月18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这么浪费光阴下去。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没错。你们这是三缺一，就等你了。我这还有公文要看，快打两把，要不了这个时间。请上，公文给我，我帮您说好。筹码在这儿，一样多，很公平。好吧。应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。过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作弊了？跟他打牌很难赢的，他会算牌。真假的？嗯。我不信，再来。胡了。嗯。再来。胡了。哟。胡了。胡了。胡了。胡。
胡了，胡，胡，胡了，胡，胡了。嗯，哦，胡了啊？绝对作弊，绝对作弊了！哎呀，神机妙算啊！神机妙算，神机妙算！不玩不玩了！这孩子，真是！哎，那我一颗都没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哎呀，继续，继续！别，那少主，要不这样，今天咱们是不是越打越冷啊？咱们要不外边活动活动？啊，赞同。也行。有。依此线为界啊，公平公正公开，每人三个啊，套中了就是您的了。来，哎，我要那个红色的镯子，那镯子是我的，你跟他没有缘分，那一会儿就是我的了，看能套中不？嘿，没有套中，套不中，套不中，我还有。哎，你这套中，我试试。哎，确实有难度啊。对，我还有一个套不中。恭喜宋夫人套中翡翠镯的一个。没事，你再套嘛，宋姑娘。换点有难度的吧。我想要那个花瓶。那个。试试啊。靠点，靠点，走。哎，那就差一点。您说，对，我说，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就差一点。哎，要不然，让我试试啊？试试。哎，刘大叔，套中了就是您的。哎啊，我先试一个。哎，哇！我你侥幸，侥幸。那你套那个灵水壶。运气！啊，那个，你盆栽。我的都给你了。来，继续，你套远点的，来那个。谢谢，这是镯子，听点。老陈，哎，你是来进货的吧？你啊，入错行了。上周去。要不我们再找一些东西来套？好啊。这好像能套的都在这儿了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元婴郡主的房间我们没去过吧？哎，元婴郡主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壁画，他把那个那天我看着放这儿。元婴，我背后怎么有点凉凉的呀？玩得很开心嘛。我让你摘了吗？斧都避成这样了，你俩还带人玩，我看你们心不光是大，是大的，能装下整个九川了。郡主，这闭府期间大家都很紧张，偶尔放松一下也并非坏事嘛。少主要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像什么样子了。还有你，没个正形。已经15日了，按最不乐观的计划，也该有眉目。可现在呢？我们可以罢了。按我原本所想，下个月我都能回京闯。可如今，我原本想信任少主，但眼下少主的一举一动都实在令人担忧，我不能再放任不管了。是我导致了闭府，是我对不起郡主，但请相信，过不了几日，我们的计划很快就会奏效。
圆圆，你就不要说。你别给我来这一套。如今嫡长主与三少主同管方士，三少主屡次报成，夜间执勤人手不足，既如此，就让两个新上朝的弟弟跟着你历练一番吧。是。老三。二哥，这老五和老六亲厚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现如今故意把他安插进来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？哎呦，二哥，你多虑了，多虑了呀！就是这夜市确实挣钱，弟弟我靠夜间出摊赚了不少。二哥，您不是一向不愿意管夜市吗？可自从你把老六教训了以后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实在管不过来，我的确是缺人呐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不过是见利眼开。二哥，等我。只要户政司的原本的人不要再动了，就随你了。谢二哥体恤。三少主，啊，所以三少主管辖夜市。是你们在背后不患寡而患不均。父亲牺牲我是为了平息嫡长主和朝内元老的怨气，但对于父亲而言，我呢还是一枚有用的棋子。可若是想再多用我，就要让外人觉得这不是偏袒，而是一视同仁。我听懂了，不就是等五少主上朝好让他帮忙吗？啊，嫡长主和户政司那些元老对夜市毫无兴趣，更不知如何管辖，但对于父亲而言，开放夜市是极其必要的。我那个兄长只会收拾我，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。少主那份计划我看过了，看着倒比金川的侠灵手段还要完善些。那郡主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带回去，就当作是我的写实礼了。倒也不必，我会为金川量身打造更合适的举措。苏总管，是时候将少主的计划交给三少主了。哎，等，但我们不是封府了吗？信怎么送出去呢？李卫强的法子交给倒废料的师傅，让他带出去。这就去办。拉上五哥也算是给他谋了个差事，咱们呢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。嗯，等等，什么是下一步计划？寻找能熬夜执勤的青年兵丁。这有什么用？这开放夜市之所以那些老臣不满，就是因为太累了。这夜市可以开放到亥时以后，他们这些人就不得不熬夜赶工了。所以啊，要招募熬鹰战士来管理夜市。这份工种对于体力要求极高，所以不必局限于科考人才。这样一来，底层人士就有了机会。但我觉得应该培训一下，不然素养参差不齐，怕惹祸生事。此外，还需增加薪资补贴，采取年休制，休牧期间让执勤者跟请来的先生念书，提升素养。我们商议过了，等夜市稳定之后，让女子也尝试经商。女子擅长的手工艺品、美食小吃，很适合在夜市售卖。这个，你们倒没同我说过。我们也只是想想，毕竟是在新川，女子抛头露面总归是不太好的，执行起来也有点困难。但我认为可以一试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也。女子经商，听上去就很了不起。你女工这么好，只要你愿意，自己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。我怕外头人不仔细。以后夜市的流水上层还请少主让我再合上一点。有劳郡主了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他吃了吗？没有吧。
是活人吗？他不累。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是不是应该加一道防伪的印记啊？嗯，我就没想到，还好你细心啊。少主的用度都是内务厅采买之后直接送到府上的，荷包大多数时间也都是苏总管在保管，所以不知道很正常。守将。哎，少主，少主，哎呀，哎，侧夫人，少主，宫里来人了，宣您婚定问安呐。哎呀，你兄长的棋艺都是孤教的，可是偏偏到了老五那儿啊，怎么教也下不会。没想到你的棋艺已经这么纯熟，算准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输给孤，才不着痕迹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高人教你的。儿子都是看书自学而来，没有人教。哦，老三和老五管理坊上的那些举措，背后也有你的手笔吧？若是父亲想让儿子为逾矩道歉，儿子定会俯首；但如果传主想让儿臣为僭越请罪的话，恕儿臣不能为。说说看。新川虽为九川之首，最为强盛，但许多观念却固步自封，传统守旧，不如金丹而传。幸好父亲清明同意了方式改制，才得以让农工商并行，新川经济大有发展。可就是这样的举措，还是有很多人出来阻挠，所以儿臣心中有方，却不敢直言。但说无妨，虽然叶氏推行大获成功，但只是打破了时间上的限制。如果想更进一步的话，就要打破区域上的限制，不再局限于东方西式的传统概念，要在百姓的群居之处设立商铺。另外，如今的金铜钱携带累赘，恐成负担，我可推行新笔。父亲，您看。这是新币的图样。你不打算再浇铸铜钱？其实现下坊间已有商贩用纸器代币交易往来，而且史书亦有记载，前朝曾有变法者用加盖官印的纸器代币，只不过疏于管理，未能沿用至今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们完善制式，加强管理，推行新币，未尝不可。你想得甚远，胆子很大呀。儿臣愉悦，但如果一味守旧，明知可以改变却作弊上官，这才不是良臣所为，请父亲责罚。那就罚你陪孤再守坛一局。嗯，断不能放你们出去！六少夫人可是金川郡主，出了什么事？你们有几个断门能派？
疑你们是胡扯，责任就在我们身上了。热闹了，难道还要抬出来给你们看吗？不然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跟我过来。终究不是那天，你是用什么办法让火着那么大的？你在说什么？不是我。感觉好点吗？曹夫人，请借步说话。六少主夫人身体底子薄，从前就积劳成疾，如今风邪侵体，致旧疾复发。下官给开了几副金钱利胆汤，但切忌劳累，须得好生将养，否则长此以往，恐有碍寿元。有劳太爷。郡主身体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想着强壮本呀？今日是今日毕，郡主，郡主啊！你让我起来。郡主，太医都说了，你再这样劳累下去的话，连寿元都会有损。你这样拼了命，到底图什么呀？我跟葡萄虽是从内务厅过来的，但是早就把您当成了真正的主子。我从前受教就知道要对主子说吉祥话，可是如今怎么也没有想到要对您说的话会变成盼您长寿。你不能再这么消耗自己了。是啊，郡主顾着点身体吧，你还这么年轻呢。我从没人说过，可恨我这身子骨太不争气。郡主，你歇会儿吧。没让你认输，让你劳逸结合而已。泽夫人，你快劝劝郡主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什么要喝吗？这看着我已经觉得七七八八了，想着能上手帮帮你。你呀，就好好休息，放自己几天假。你休息几日后，就会发现这天不会塌，反而自己肝胆双全了。天下责任心共十斗。您呀，就占八斗了，就分给我一些吧。谢谢。Thank you.
你怎么不让我回房里睡啊？郡主心疼您，说让您多睡会儿。你起来了，昨夜休息的可好？对不住啊，郡主，昨夜都把你赶到客房睡了。你熬夜看了那么多账本，理应多休息的。那些账本我都看过了，问题没有什么。你确实进步很大。你怎么又看账本了呀？不是说好了要好好休息吗？你说的对，要劳逸结合。我躺够了，也得起来劳作一会儿，否则骨头都懒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一个修仙的真人，根本就不要休息。你现在呢，也不是在打八段锦，是在吸取天地灵气。为了尽快康复，我制定了一套锻炼计划，早睡早起，每日早八段锦，玩五禽戏，三餐定时定量，以后全府人也得一起遵守。我们理解的劳逸结合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既然账本都已经看完了，那不如今日就好好的休息一天。可是根据我今日的安排，我春天都来了，天气这么好，你相信我，好好的休息一日会恢复得更快。走。我从未见过有人放风筝还这么一半夜，不应该吗？应该啊，只是如果不那么紧绷，再放松一点会更好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就是很努力的在放松。玩不了了，就让它随风飞走吧。其实，你也能像这风筝一样，活得更自在些。那么努力，想必金川主和金川夫人肯定对你很严苛吧？但有时候，或许不用那么努力做到完美，放轻松一些，可以快乐一点。坦白讲，第一次有人在意我快不快乐，而不是做得好吗？或许你的父母也这么想呢，只是父母之爱子，则为直击深渊。他们或许想你是全是美的，有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，恰恰是我至亲之人认为我不该追逐的。但我们元婴郡主怎么会认输呢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们元婴郡主都是最棒的。所以你尽管去追寻自己想要的，他们日后便会明白的。那么你呢？你最喜欢我是什么？惊喜中爱在生长，恰逢间隙烈日灼，只都是寻常。秋夜落幕等你，我想要的写下都在这里的篇章。冬雪过后是暖阳，
花无趣，惊喜中爱在生长，夏风渐息，烈日灼，只都是寻常。秋夜落幕，等你我写下新的篇章，冬雪过后是暖阳。昨日步履在脚下跌跌撞撞，今宵之梦在指尖缓缓地流淌。明天的路任你我共赴岁月悠长，今夜明前向远方。十一啊，要想搭好这个呢，首先你得先了解榫卯的构造。你看，这个突出的部分叫榫，或者叫榫头；凹进去的部分呢叫卯，或者卯眼。你看，他这么小哪知道榫卯结构啊？我看你呀，就是当先生当惯了，这么小个小孩也不放过。寓教于乐，要从孩子抓起，一刻也不能懈怠。来，十一。你试试，再试试这个。府上之后你都不带我玩了，而且现在我们开了府，我也不用到宫里去上学了，我就天天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真的很无聊啊。你们还笑我？好了好了，下次我们做什么都带着你好不好？你说的。来吧。这个无脸混，少主啊，少主，侧夫人叫您去陪十一少主玩呢，这都想您了。这个是上面的。您还没写完呢。那我告诉他们，小点声。算了，家嘛，热闹一些挺好。自打侧夫人嫁进来之后啊，咱这家确实热闹多了。我看您也比从前高兴了呢。